不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左贸啊，老实讲，我们的客户将近200，可是我们的业务啊，你叫业务啦，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们业务只是嘲笑我们自己说，我们是颜值低、酒量差、脾气坏，这是我们的三大要点：颜值低、酒量差、脾气坏。非常坏。可是呢，那个是从前了，现在呢，在去年开始，其实我们业务呢已经有新的生力军加入，可爱、甜美、有耐心，又有大将之风。那这些呢，今天就要跟我们的这些欢喜学员们呢，一起为各位来再接一下表演呢，掌声欢迎我们业务的。各位去年看完戏的立刻马勒。Thank you.
我本来报名要跳全场的，怎么只让我来弄这个嘞？对不对？不行不行，下次拜托拜托，我要跳全场啊！虽然已经60了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燕姐请留步。我们还有现货朋友，刚刚我一开始开场的时候有讲一个秘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呢，在场呢有 VIP 的粉丝 ，sorry 你们没有，有 VIP 的粉丝，那 VIP 的粉丝呢，他要上来呢，献花、献碗、献身。保税窗呢也是其中一个，那在这个呢保税窗
保税区里面呢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困难度呢，真的是比一般的那个在保税区的工厂里面真的是困难很多。那所以在这一点呢，我们就要谢谢呢，我们这个团队的努力，把让这个事情可以达成。是，尤其是刚开始呢，保税来到三科的时候，顾问啊，一直跟我们讲说，你们这个哦。要拼看看哦，有点难。在厂办大楼要成立保税工厂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那结果呢，也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呢成立了保税工厂，而且呢，我们成立了两间的保税工厂。错了，因为对吴总来讲，没有试试看，一定要势在必行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成功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呢有更多的任务呢，也会继续呢执行，那也一定呢会成功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邀请我们优秀的保税团队，音乐人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由我们陈立忠科长、李炳修科长、陈真心科长。钟世仪 Toto， 还有我们国兴哥，还有景胜，然后还有阿俊。那我们先邀请叶姐，还有我们的桑桑 ，Mr. 桑桑。然后我们也邀请那个国兴哥的徐立桑一起上来，好吗？非常的鼓励我们呢，成立保税工厂呢，对我们的不管我们的竞争力啊，或者是资源呢，都会非常的丰富。对，那也谢谢呢，富士通的徐立志长呢的鼓励以及资源和一指导。也让我们公司在导向更迅速来
然后更进步的一个阶段，这对总号而言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刚刚在那边接受颁奖的，有负责硬体的，有负责软体的，有负责执行的，还有仓库的，还有厂区的科长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左骂因为有这两场，一定会更好，一定会更坚强。左骂不是只有努力，左骂是拼了命在做的。费工，不是孟工，命只有一条，对不对？拼了啊！我们不是加油，我们不是努力，我们就是拼命。掌声鼓励，谢谢燕姐。先请半张东要还我。Sorry。接着呢，我们要颁发荣誉员工，今年只有一位，这位呢真的很特殊。我记得来 GDS， 哎 ，GDS 要做什么？什么东西不知道？叶姐就会说，那你找他问就知道了。也是找他，然后呢，工作辛苦的也是找他，然后颜值高的也是找他。大家有猜出来，我们接下来这个荣誉员工是谁获得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一点都不捧场，这样子有点不是很好。要不要讲听我妈的？这位就是，他说他要低调，可是他依然这么抢眼的。就是我。恭喜，真的恭喜！
阿伦为准，向东看齐。
采购，然后呢要谢谢业务的鞭策。对，刚刚香橙又讲业务脾气差嘛，非常差。我帮各位讲出心声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也是要我们业务团队呢的努力呢，我们今天呢才能有这样的成果，所以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觉得我要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呢有电子课，我右手边这一排呢就是我们电子课，那左手边呢这一排呢是我们机构课。来挥手，哎，丢丢丢丢。好，我们后面那一排呢是我们的设备课，好，挥手，大家给他们鼓励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下一个，就是我们设备课要颁奖，谢谢。设备课留步。都不用我再提
进场了，还好下。大家掌声一下，我可能没有听见哦。我们请全校生力团上来。Oliver， 还有。协理还有黄经理唱歌，这首歌呢朋友呢是我们左茂的年度必每年必点啊，每年必点是客户或者是供应商，他真的都是当做朋友一样。那像我们这些左茂的人，他永远都是当做家。是，所以我们请黄经理还有协理一起上来。对啊，还是要邀请看当中一个人一起上来。朋友呢，就是代表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伙伴。Sean 不见了。Sean 是要唱那个音乐吗 ？Sean。Sean 要唱那个。九十九朵玫瑰花呀！好，我们请下一页。没有没有歌词，已经唱了那么多次了，还要歌词提示？那我们的歌呢，其实是舞种最喜爱的。上来。这个舞种要上来唱舞种，舞种。朋友。
室的。台北办公室在哪边？台北办公室的。台北办公室。哦，台北办公室有一点点，好了吗？好，这样更可以看得出我们制造的效率哦。可是呢，他们的慢是有原因的，给我们 surprise。来。还记得去年一上台就让人惊艳，我们帅哥组又来了。